哎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朱古力抹酱，OK，好，有这个 Nutella 的 chocolate protein 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这里拿一匙的这个 protein，OK，好，放进这个杯里面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就加水啦，大概是20 ml 的水，那么放一点先。OK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搅拌啦，搅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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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搅拌搅拌搅拌。好了，朱古力的抹酱，你有了这个 Nutella chocolate protein 就非常简单了，不用特地去买果酱啦。把这个面包冰好的，去这样一擦，呜，擦厚厚的，厚厚的，呜呼，太棒了！我喜欢朱古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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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，谁喜欢朱古力跟我一样的？他厚厚的，超厚厚，再喝玻璃瓶，玻璃瓶，玻璃瓶，这个。一定要喝啊，每天早上要喝，OK，拜。